车厂。你把我的小肠拿出来，今天晚上去炸秤呢。啊，现在潮已经退下去了。你这放屁太臭了。嗯，吃的太好了，搁北京。搁北京吃的太多了，天天这大鱼大肉的吃的。哎呀妈呀。那盐带了没？盐带了。找着了。在这儿。兴奋。现在吃饭没？是不是这个？行，你也不行。什么烟？没烟呀。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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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不行，水没下去了。哎，到这边就对了。放心。走了，出发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呀。漂亮，看看那一片都是在挖秤子呢，咱们去吧，走。看着没，这边这沙滩沙多细，看了这边吧，没有泥。那个好多朋友吧都问我推荐的地方，以前都跟家推荐这边，虽然说平时吧没有什么圣母居住，但是抓点这种蛏子呀、蛤子呀、金燕螺什么的还是很多的，还有海豆芽啥的。就是带小孩玩的话，可以体验这种乐趣，但也要注意安全。金燕螺这边好多呀，啊，这壳还是啥呀？这个没肉了。这是壳哈，好事，你这给车压着了。哎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哎，这个你们不知道什么吧？哎，这种是泥螺，这种斑泥螺，这种特别好吃啊，这种没沙子，它中间有一块那个，啊，在这边捡着了。来这一个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从水里边刚爬出来啊，看看，这产卵了，刚产完卵。哎呦，这边还有寄居蟹，看到吗？这，跑呢，看到？咦，有，跑吧，看到没？小螃蟹，咦，哎呦，哎嘿，送你个金线螺壳，抱着吧。20个，看到没？这小动物啊，这不是海瓜子啊。这是黄甲苗，这都野生的，看看，这点了，嘿嘿，这点，看，看，一个，哎呦，这边好多小鱼哟、哦，嘿，你们能不能开心啊？这小鱼，小鱼苗看到没？这应该是山黄鱼或者狗嘴鱼鱼苗，这小片都是，哇，快快，再跑一个，哎，看到吗？都是这边，哇快！你看小鱼，看到没？啊，这应该是狗嘴鱼哦。啊！咦，跑了！